性别歧视条例，性骚扰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受欢迎而涉及性的行为，是直接针对受害人的。第二类是涉及性，而且会制造一个在性方面具敌意环境的行为。虽然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如果有人因为这些行径而感到被冒犯和侮辱，就会构成间接性骚扰的违法行为。但是目前的法例并未将教育机构内在性方面具敌意的环境列为违法。平等机会委员会在1999年已经向政府建议修订性别歧视条例，以涵盖这一类的性骚扰。政府亦都同意将有关的条例作出修订。这一集主角嘉文的经历是根据真实个案改编的。他不断被同学以不受欢迎而涉及性的言语和动作骚扰，令到他感到受冒犯和侮辱。但是他很勇敢地向学校的老师和社工以及平机会求助。如果跟你可换转身份，谁会把你看成是恨人？宁愿把你的两手捉紧，平等不必多说，只要实行。做咩长波唔好睇咩吓？细声啲啦，唔好嘈住其他人食嘢啊嘛！大家都觉得系玩，咁就所以讲冇乜嘢，冇咗嗰种正义嘅力量喺度，即系冇人会出嚟，即系冇人出嚟去反抗啊，或者冇人会纠正佢哋啊，即系嗰啲阿 Sir 都称为喂细声啲啦，即系个 title 真系冇骚扰到人，就唔系话你唔好讲啲咁嘅嘢啦，即系。即可能大人都覺得啲僆仔係咁噶啦，即係佢哋玩啫。其實但係實情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咯。猛啲批人出到去，跟住就大家覺得冇乜嘢摸下啫嘛，講下啫嘛，即係大家都覺得講笑。但其實真係有啲人會覺得騷擾嘅程度係去到呢度騷擾啊，唔係呢度就先騷擾咁。所以我覺得大學就即係唔會話校方會負好大責任，反而係個同學本身佢自己要反省自己。啲學生做啲咁嘅行為出嚟，就可能佢哋由細到大抑壓得太耐，即係根本冇人，即係根本都冇人話俾佢哋知，或者根本都唔俾佢哋講咁樣，所以佢哋先會更加有興趣。咁即係要加強做啲咁嘅嘢，係。哇！哇！
企啊？仲有冇其他新書要上？拎出嚟。咩啊 ，Miss？ 拎出嚟啊！快啲洗咗佢。如果你要睇呢啲嘢嘅话，唔好喺我个 library 度睇啊。喂，你睇下 Miss 梁雍，都几幼噶喎。同埋咧，只脚唔肥嗰度好嘢。一阵间你将啲书摆翻上个架度。哇！哇，真系好似喎。慢慢扭开呢一个活门，咁就会有啲液体就会经过呢一个嘅滴定管滴落呢个樽里面。我哋而家要开始留意颜色嘅变化，因为要均匀，所以要慢慢咁样摇个樽。我哋会见到樽里面液体嘅颜色慢慢由透明变咗粉红色，之后就可以终止呢个实验。慢啲喎，上次明明佢講嘅話係上面慢啲啊嘛，你記唔記得啊？喂，你睇佢嘅。喂，唔係唔係，俾啲我，俾啲我，俾多少少。哇，幫你啊！喂，咦，好核突啊！你睇下。中學生真係無聊，幾時先到大學咯？搞錯啊！佢吹耳仔好明顯就會令到人不安㗎啦。我唔信有啲人你走過去咁樣吹完，佢仲會好開心哈笑咁樣咯。玩其實 fine 嘅，我覺得即係熟嘅，係咯，如果熟嘅係熟，我唔會同你玩啊。玩呢個先。要睇嗰、那個即係被玩嗰個人，如果佢即係話俾人玩完之後佢會笑嘅，即係會即係覺得冇乜嘢嘅，咁呢個就唔係騷擾啦，因為佢自己都覺得係玩咯，同你。我笑完之後其實好唔開心，但係佢即係為咗表面你，大家真係好唔想大家唔掃興咁咪笑咯，所以其實笑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個定義。仲玩啲咁嘅嘢？走走走走走走！
又做乜啊？我哋今日亲戚嚟咗未啊？以跟翻套片嚟講，其實性騷擾個性嗰方面嘅意味就真係唔係好重咯，但肯定就會係有個騷擾嘅成分喺度咯。因為佢真係個事主表明話佢唔想咁樣，但佢仲係咁樣做，咁就肯定係騷擾啦。但係性其實即係話最好話你話你親戚嚟咗未？咁如果正常喺一個中學生即係熟啲嘅情況之下，其實咁講係我都可以接納嘅，我覺得。即其實性騷擾嘅定義喺哪度咧？其實係應該係被騷擾嘅人去界定。我覺得個女同學應該要多啲表達佢嘅感受，因為佢真係太收埋自己，唔講自己的感受咯。蘇兒，你話點算好啦？嚇，唔係嘛？當冇嘢，你都見到噶啦。唉，算啦，我唔会连累你嘅，由佢啦，唔讲啦，好啦好啦，系咁啦，拜拜。点啊？食完饭就坐响度，阿妈嗌你又唔应佢，做咩啊？功课忙咩？唔系啊。系啊，大佬今日有好嘢益你。這個有個電筒，這個電筒就厲害了，這個電筒不用用電的，是不是很厲害？大佬買了很久了，不過放在宿舍，今天特登拿回來送給你的，來。阿哥啊，我想問呢。我知道你想問我這個電筒是用什麼物理學的原理嘛，讓我告訴你。不是啊。唉，都沒事了。有事你就說吧，吞吞吐吐。你找我做什麼啊？他說是性騷擾，哇，這些東西我們男人不懂的嘛，都不知道怎麼辦。是這樣的啦，我想小孩子是现在看电视太多了，受电视影响没什么东西的。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我想他被人整蛊的啫，应该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应该不用报警的。报警？我想这么小事不用报警的。放心吧。那就是。刚才你班长婆说完了。其实他还有其他东西的。我想问一下你，其实你原本跟这个同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同班同學咯，上年都是同班同學。咁以你所知，佢有冇對其他女同學做同樣嘅嘢？有冇啊？其實我聽你班長講，你平時唔多中意同啲男同學傾偈嘅，你有冇諗過呢？不過佢真係有。嗱，我係想知道你之前有冇得罪過佢？冇啊。聽你班長講咧，你好似唔多合群嘅，
我想呢，同學同同學之間的相處呢，其實有時幾微妙的。聽你班主任講，你應該是單親家庭嚟嘅。你爸爸好似兩年前走咗之後就冇再返嚟，係咪？人背脊，左邊作為一個受害人的時候，其實應該自己咧喺第一時間，如果受到人哋有啲咁唔舒服嘅接觸，一個唔舒服嘅咁樣嘅對待的時候，其實要出聲嚇，即刻同佢講，當面同佢講，唔好自己忍咗佢就算數。如果你同當你同佢講嘅時候，佢跌半本加厲嘅，或者佢更加要用呢個方法覺得可以激到你，用方法挑逗你嘅時候，可能同老師社工講。如果學校老師社工都唔得嘅，其實外面有啲機構都去處理。咁我覺得揾一個途徑去幫你。咁特別你屋企人好緊要啦，攞到屋企人支持好重要。中國人對情嘅注重，通常都可以喺佢哋嘅作品裏面流露出嚟。作者舉出咗唔少嘅例子，其中一位係宋代大詞人蘇東坡。蘇東坡喺佢嘅作品《江城子》裏面提到：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奔。方家文，你做咩行出自己個位啊？方家文，你喺邊啊？方家文。惨啦，即系已经俾人咁样玩法，咁样骚扰法，咁又冇同人讲得出嚟，啲人又唔信啦，好似俾世界遗弃咁样咧，系咯，咁可能佢呢个反应都系好正常嘅啫。要发泄呢一种情绪咯，但系唔系咁样咯。即系佢可以同同学一齐喊啊，或者点样啊，或者同同学呻啊，都我觉得好即系正常啊。但系走去烧咗人哋嘅篮球，有少形事毁坏嘅感觉咁样。哦，未必要烧篮球，可能真系好似佢咁讲，可能。找其他老師再講啊，然之後可能同家長講啊，再唔得就真係退學咯，比較極端就轉校，係咯轉校。但係咪唔夠積極咯退學？即係個問題仲喺度㗎。其實最大問題係女仔個心態，即係佢好容易受呢啲嘅攻擊。咁如果你退學或者去點樣都唔能夠改變到自己，咁你第時讀完，你退咗學第二間，第二間都有呢樣存在，你去到大學都有呢樣存在。方家文燒咗個籃球，其實已經帶出一個信號俾大家，話即係其實話俾佢情緒已經到咗一個都爆炸，即係爆炸嘅地步啦。即係如果你再其實身邊嘅人留意到呢樣嘢，其實應該更加去放多啲關心俾佢。除咗我自己，即係得我一個諒解，佢唔係好足夠，我覺得。咁我就可能會揾多班同學或者男仔啦。
即係比較好少少嘅男仔，咁就一班營造勢力，係啦，起碼都有班人去支持佢，有班人信佢，咁老師就唔會覺得呢位內向嘅同學其實有問題，咁就可能佢唔會信佢所講嘅嘢。其實你想挺挺身而出咧，其實真係內心好掙扎嘅，真係會。好似如果你唔幫佢，你又好似對唔住你嘅朋友；但你幫佢，我又會得失咗學校嗰啲其他人，可能到時之後我俾人蝦翻嗰個就係我，咁即係因為佢而令到自己之後受到傷害，好似好唔抵咁樣咯。其實我見到最大問題係旁觀者，我啲旁觀者其實有得幾種唔同嘅心態，有啲人咧就覺得好玩，湊埋熱鬧做埋依樣嘢；有啲就好驚自己變成為受害人，咁啊迫於無奈就幫手做埋；咁有啲人就唔出聲啦咁樣。咁我覺得旁觀者其實自己都應該可以做個正義嘅行為，正一個比較正確行為，就如果多人咁做的時候，其實佢可以幫一幫手去講句説話。或者作為佢一個證人，如果當時係投訴時候講出事實係點樣，呢個係最重要嘅地方。依家我心理冇問題啊，係佢哋有問題咋？做咩要我嚟做檢討啊？點解要檢討？你而家破壞咗人哋嘅嘢啊！如果你搞唔好人際關係嘅話，你就應該諗下點樣去搞翻好佢，又或者你應該諗下點樣令到自己可以投入翻學校呢一個小社會。如果你係都要小事化大嘅話，冇人會幫到你。做咩啊？你而家其實根本冇人針對你噶，你唔好鑽牛角尖啦，好冇？個個都係衰人嚟噶。做咩？冇个好人。你讲咩啊？我话我会憎死你啊！你放肆啊吓！方嘉文，你喺边啊？先完藥，記住食曬佢啊！如果咪冇效噶啦，揸住嗱，下個禮拜咧，阿哥陪你翻嚟復診，好唔好啊？仲有，係啊，終於借到啦，良知力學，好開心啊！阿哥啊，咩事啊？上到大學會唔會好啲噶？在现时的性别歧视条例里面，雇主是要为雇员提供一个在性方面没有敌意的工作环境，所以如果性骚扰发生在教职员之间，学校可能是要负上法律的责任。但在现时的法例里面，如果学生之间发生性骚扰行为，学校可能是不需要负上民事的责任。如果你哋想告學校嘅話，可以考慮攞埋其他律師嘅意見。方小姐，你知嗰位同學對你做咗啲你唔接受同埋涉及性嘅行為，好可能係性騷擾嘅違法行為，我哋會同你跟進嘅，你放心啊。Happy birthday!
方小姐，你向嗰位同学提出嘅性骚扰指控，依家冇同学肯出嚟做证，而当事人亦都一直喺度否认。我唔知点解佢咁样话。咁，依家我哋可以点做啊？喺现阶段，我建议你哋双方作出一个调解。你可以提出和解嘅条件嘅，同时间你可以藉住呢个机会表达下你嘅感受，你亦都可以听下佢嘅睇法啦。我真系冇做过，方小姐，喺调解嘅过程里边，我哋已经向各位同学提出咗你嘅要求。咁肯唔肯道歉啊？佢唔肯。佢唔肯道歉，不过佢肯作出金钱嘅赔偿。但是那3000元，即是说那三个字对不住，即是男仔讲出来，即是如果他讲出这三个字，就代表他承认他自己有错了。对不住呢就可以是个意思，就是我玩我不知道会需要到你，那之后现在我知道了，那我跟你道歉咯。即是这个都可以是真的认证个女仔是没有问题，是个男仔的行为过了分。因为其实如果他讲对不住，其实未必是一个即是真心去认错或者去向他道歉咁样，即是可能求其想敷衍了解决了件事咁样。我觉得你在评级里面就是攞返个公道，公道呢有个意思喺度嘅，就是说起码呢个钱其实作为一个公道的意义，就话证明他是需要做一些补偿。咁呢个信息我好紧要，就是俾到无论俾人侵犯嘅人或者做啲人话俾你知，就是社会入面呢就唔学校入面是一個環境，大社會是另一個環境，我們有價值觀念，這件事我們是覺得是 不對的，你做了就需要補償。平機會的投訴機制是透過調解解決糾紛，調解是完全出於自願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拒絕接受調解的條款。個案中的家民提出了兩項的調解條件，是金錢賠償和道歉，而騷擾人的同學只是肯作出金钱赔偿。在这个情况下，投诉人是有权拒绝接受的。在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向平等机会委员会申请法律协助，由委员会的法律及投诉专责小组考虑会不会代表他入禀法院，向骚扰者追究民事责任。个案中的老师和社工对事件的处理并不代表所有的老师和社工的态度。当有性骚扰事件的发生，同学仍然应该向家人、老师、社工或者平机会求助。学校是应该为同学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教育他们性骚扰的定义和法律责任，亦都要加强在校内预防和处理性骚扰的机制。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